난 당신을 믿어. 跳完了 祝，我感谢你 祝啊，求你的信心来到阮家，祝啊，求你的信心进入到阮的生命，予阮更加认捌你，求你开阔阮的心，开阔阮的目睭，予阮透过今日的分享来进入到阮的生命，祝我来祈祷是靠最后所的名求。阿门。今日的弟兄们。 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我自细汉伫永福教会大汉，到伫大学的时阵，到外口读册。即马是台南新学院新学生，今年就要毕业。伫大学的时阵，我参加青年团体，就是长乐教会长青团契大专团契。伫大专团契的时阵。 伫每一工，阮的辅导拢会问阮三个问题，就是伊拢会问大学生三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啥？第二个问题是你想要做啥物？你要安怎做？这三个问题其实是咱一生中爱直直敲出的问题。当阮咧敲出这个问题的时阵，你是啥？你要做啥物？你要怎样做？ 当阮咧敲找这个问题的时阵，伫咱的生活中，咱有真侪梦想，有真侪代志想要做。有的人可能想要赚大钱，有的人想要买厝、买车，有的人想要建立一个家庭，有的人想要世界去佚佗。阮拢有真侪梦想，但是当阮思考的时阵，阮发现。 人生其实简单讲起来就是两件代志，就是做你想要做的代志，做你需要做的代志。当阮去思考这两个代志的时阵，阮就会产生一种 mission， 也是使命。就这种使命会帮助咱去完成咱想要做的代志，咱需要做的代志。但是当阮继续思考的时阵，阮就发现。 到底什么是咱需要做的代志？咱着祈祷，找求上帝，找求耶稣伊的身份，甲伊的使命，到底什么是咱需要做的代志？今仔日，咱做阵来思考耶稣的使命是啥？头拄仔咱所读的这段圣经，就是讲到耶稣的身份甲使命。耶稣到拿撒勒宣告。 登记到伊心中的故乡，耶稣伫咧安息日行离开堂，咱会使开始想想，这个动作就若亲像咱今仔日的礼拜。耶稣行离开堂，伫咧安息日，伊显着伊行入去，伊显着伊赛亚，伊显着伊赛亚书，伊就讲，主的神临到我。 伊用油抹我，互我传福音，互送羊人，伊切派我宣讲，受了的得着超棒，痴迷的看见，受我者会得着自由，宣传主欢喜的名。这个动作同咱亲像咱今仔日礼拜顶事的读经，读经了后，咱会看到二十一章。耶稣的讲道只有一句话，这段经典。 今仔日恁所听到的已经是现了。即句话是啥物意思？即段信息对当时的人来讲，阁是啥物意思？即段信息对今仔日的咱来讲，阁是啥物意思？耶稣讲的话为啥物造成大家对原本的恶乐到后来非常受气？为啥物耶稣真做一个无受？ 用尽正人的人，这段经文耶稣讲，伊是啥？伊伊要做的代志。耶稣宣告伊的身份甲使命。耶稣是受膏的，是英文的弥赛亚。对今仔日咱嘛，共款的意思。耶稣要来托办证人。耶稣所传的福音，差遣证人的字，就是使命原文的意思。
这段经文，咱会使看出耶稣的使命有四个目的。耶稣基督接着死，搁活，互人钉伫个十字架顶，互咱得着拯救。耶稣的使命是互青盲看到，受压制得着逃跑，受掠的得着自由，以传福音互殉道人。这是耶稣的使命。那安尼，咱就爱搁进一步来问：什么是福音？什么是殉道人？对经文，咱会使知影，耶稣所讲的这句话是对以赛亚书来的，记载伫以赛亚书61:1-20。这背景是以色列人受了规划的时代，上帝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甲巴西亚，宣告一个好消息。福音原文的意思就是好消息。当时的殉道人就是这个受了的人。在耶稣的时代，有人同款，有人受了，有人受压制。当时东亚的社会是非常的不公平，将近80%的人是农民、干农的，商业中心的人无到10%。但是有钱有力的人，为着家己的利益，强迫农民、干奴隶来做工作，予少数人拥有大部分国家的财产，予有钱人透过外公伊的手段，得到伊的地位佮身份。伫巴勒斯坦，嘛有真侪人无厝通回去。对因来讲，福音就是得到家己的土地，佮对遮个受巴舍佮压制中得到逃跑。那呢，今仔日的台湾呢？当耶稣伫会堂宣讲，这话拢会实现。众人对一开始的懊恼，后来变作生气，因为这和因想象的是无同款的。耶稣要到来拯救是全世界的，包括外邦人、丧亡人、受掠的、青盲的、无亲戚的。耶稣引用以赛亚书61:1-20来宣讲。这段圣经到落尾是讲到报应，但是耶稣无引用，可见报应不是耶稣要讲的重点。这段经文是强调耶稣的使命，这个罗布弥赛亚要带来不是审判，而是要将上帝听甲人民带予咱，带予因。耶稣所做的是要讨饭进人，那呢？在咱的时代，像是受压制，像是受掠的。在咱的时代，要吸着清气的空气，已经是真做一种奢华。昨每年的三月，拢有反核大游行，昨嘛咱是咱的反核游行。这张相片是2年前在台北的反核游行。在2年前，我去台北参加。反核游行，伊阵时是为着要停止核试，希望核试会使停止这个工程，因为其实这个核能对咱来讲是一种不定时炸弹，所以对咱来讲，核能就是一种压制。我伫南城读册时阵，因为校校就是伫铁路边啊，厝边就是铁路当伊的受灾户，当阮接触厝边时，发现真侪家庭为着家己的家受征收咧烦恼，因开始抗争，拄着真侪苦难，常常受挂乌，有时感觉无奈，因为人民各政府拢是救援将裁判。当阮关心土地议题时，才发现规个台湾对北部甲南部拢有无同意的所在。桃园航空城、大埔事件、后龙反兵站、台南铁路当局等等，真侪土地去予政府强迫征收的问题愈来愈严重。我讲伊个代志一件搁一件，真侪人真侪受害者，真侪伤心的代志不断伫阮身躯边咧出现。汉诺华讲。
教会不止替巨轮所压伤的受伤者包扎，还要阻止巨轮继续滚动。也就是讲，咱唔能关心受害者的心情，还搁爱对抗这个制度的无公义，才有法度阻止伊继续伤害。耶稣的使命是乎，车门伊就看见，伊当时犹太教认为有病是因为罪所引起的，安尼唔对的关系，互有病的人，拢互犹太教的人看袂起。用咱即马的话来讲，就是伫当时车门、歪脚、太高病，遮人一点仔尊严拢无。面对互人看轻，希希望互人看见。伫福音书，咱会使看到耶稣医治车门的、手孤大的、会老的妇女。耶稣主动就跟伊的心。耶稣接纳罪人，医治病人，伊关心人的痛苦，互伊得到超凡甲自由。这是耶稣所传的福音。如果咱继续比较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、六十九节，以及以赛亚书六十一章，咱会使发现，青盲要看见是路加福音的作者家己编写的，因为以赛亚书六十一章无讲到安尼，可见看见要明白是一个路加福音的作者要讲的重点。看见甲明白是同款的意思。作者想要强调看见耶稣的使命，来明白耶稣的使命的重要性。咱对福音的理解，嘛着爱搁较开阔，咱嘛爱用搁较开阔的眼光、搁较开阔的心来明白耶稣的使命。七百度是我最喜欢的七百度，咱有看到啥物？真理会想阿伯，真侪人认为对的代志，无一定是对。伫这种状况，人家还阁坚持真理。耶稣是当时嘛想阿伯，因为伊所传的福音是予既得利益者不安，予宗教领袖不安。面对予人看轻、讨厌，耶稣犹原坚持真理。七百度是我最喜欢的七百度。当我去读新海的时阵，我开始思考，我要吃做一个怎样的牧者。我就想到今仔日今早，互青盲看到，互受压制的得到自由，互受掠的得到逃跑，传福音互送羊。然后我就想到七百度，如果我做一个牧者，我敢有可能为着真理来承担这种予人看轻、予人看袂起？我愿意吃做迄个摕二乘二等于四的，其实伊是对的，但是伊煞受到众人的看轻、众人的压制。我伫博士班读册时阵，我直直拢伫两轻团客。啊，甲大学生伫遐生活，我对大学就是伫东京团客，我伫中山团客，到伫梅田团客，后来再转去中山团客。甲大学生生活的时阵，我拢甲大学生咧讨论圣经。当阮有一天伫个阮咧思考讲，到底阮想要做啥物代志？阮有大学生，拢有真侪梦，阮有真侪梦想，但是阮希望上帝有行伫上帝的路。当阮开始思考的时阵，有一天，阮就咧分享，有真侪人拢，阮拢伫教会服侍，啊，阮咧分享，阮常常讲，等我退休了后，阮才来服侍主。但是阮思考，想到阮怀有阮上健康的身体。上快乐的时阵，就去读新学院。后来，我和我的同乐，阮两个人就是最近去读新学院。伊即摆已经做传道，因为我伫中间有修下一档。我伫第一档的时阵，我就思考，我就
希望我加做一个传福音给宋永人，是我一个得到托梦的牧者。后来我决定要读新学，伊要行这条路的时阵，我本来就去要伫中山迄边，我就要休学。但是我要休学的时阵，我的指导教授就甲我讲：“你后摆食做无食，嘛爱甲人讲不要放弃。”所以伊希望我讲搁休一下，叫我讲去到牧师讲看卖。后来我就去到，转去到我的新学院，甲我的牧师，我讲去牧师，阮学校的古尤老师讲，古尤老师就甲我讲：“你要不要修男神？”我想讲，牧师我无这种习惯的。后来我的教授，我的牧师，古尤牧师，伊就甲我讲：“牧师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开四十冬，但是迄条路其实行七天就会使啊，安尼都无上帝的意思。”我想想的，当然是有上帝的意思，但是摩西会使活120岁呢，我哪有可能？所以后来我就想，我就甲上帝祈祷，然后最后就是决定要，因为如果若是我家己的决定是。我搁两边读较辛苦尔，因为第一档的时阵我嘛是两边读，但是安尼较辛苦。所以如果若是我家己的决定，我就是搁两边读。但是后来我想讲，其实我两边读读新学院嘛是爱开四档的时间，所以后来我就决定讲，我先去完成一档了后，再转来新学院。所以后来我就转来新学院，但是伫迄个过程上重要的是。我的思考就是，我本来要加做一个数学的老师，嘛是做教育。啊，安尼我思考的时阵，我就感觉，我若是要做教育，我就伫教会做教育，安尼是教育生命，影响生命，安尼对我来讲搁较有意义。所以后来我就决定，搁转去新学院，希望后界伫教会内面做教育。然后我。伫这三冬，伫新学的学习，若要讲这三冬的学习，若要只有用一句话来讲，就是这句话：你着尽心、尽心、尽意、尽力听你的主上帝。因为伫新学的学习，就是尽心，就是学习以耶稣的心来听人，听上帝。尽心，这个心就是生命的意思，就是用生命影响生命。尽意，这意是理性，就是用咱的理性去理解神学，去理解圣经。这力就是真正是实现，付出行动。这图是我伫香港，阮伫咧有一届有机会做学生运动的时阵。来做刚香港的学生来做交流，啊，迄阵时我是雨伞雨伞运动，就是因面临的真大的一个挑战。啊，迄阵时，阮就甲伊，阮有参加雨伞运动，嘛有参加游行，到遐甲因交流一寡香港所面对的问题。其实阮回来，阮发现，其实香港所面对的问题，甲台湾真类似，但是我迄阵时我去香港的时阵，我真希望台湾，很不希望台湾走向这个状况，因为伫香港有真侪厝，真侪大楼，但是无人住，但是厝直直咧起，房价直直咧悬，真侪少年人无法度真艰苦，无法度有真好的。工作真侪民主嘛无法度自由，所以伫这新学院学习，就是帮助我用理性来思考，用心用生命去了解耶稣的旨意，来帮助我伫未来的服侍。耶稣讲。伊要予咱一个
欢喜的年，就是代表过去无公平的代志拢要取消。耶稣的使命是将百姓压制送人的困难，转做人类公义自由的困难。欢喜的年就是救恩一个新时代来临，伊要拯救咱脱离黑暗权势，予咱看到光明。上帝公义佮慈爱要临到咱的中间。耶稣讲这句话要应验，就是那亲像是一个革命，尤其是当时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。当宋永堂听到好消息，受掠的得到逃亡，受压制得到自由，上帝佮伊撒到伫地。耶稣听的鬼人是一个好消息。这个好消息，毋仅是新年的拯救，佫较是要带来经济公义、政治公义、身体医治、社会公义。耶稣的时间是疼无人要疼的人，服侍智慧世的。咱愿意将耶稣的疼佮稳定、佮恩望分享予别人吗？活出耶稣的使命。这个时代犹原需要真侪人做阵行出惊吓、拒绝无义的结果，予福音真实的快乐来伫完全的疼中间。耶稣讲的一句话是历史书上上帝的讲道，也是上有力。耶稣的宣告，也是对咱今仔日来讲话，传福音予宋永人，受压制得到逃跑。清明要关闭，愿咱拢会将痛做一个每一个人的心上，就亲像做伫主耶稣的心上。咱三个来祈祷，主感谢你，将你的使命予阮知。主求你赐阮智慧甲开眼，予阮看见人的需要，予阮看见社会无公平。主，求你帮助我实现伫阮的社会，伫阮的教会。主，也求你的信心帮进入到阮的生命，予阮活出有耶稣的使命，予阮的教会活出耶稣的使命，予阮的生命活出你的使命。主，求你帮助我，阮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名求。阿门。